这是一部极其瘆人的恐怖电影，不是因为它的画面有多可怕，而是因为整部电影看下来更像是村里老人口口相传的恐怖传闻。今天这部电影就是和灵媒、咒、哭悲并称为亚洲四大恐怖电影的南巫。阿昌和燕子是居住在马来西亚的一对夫妻，当地人大多供奉着一个名为拿督公的神明，而燕子则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外来人，根本不相信什么神明之说，甚至还在拿督公的神像前晒内衣，因此阿昌还会责怪他。这天阿昌在神像前发现了一条小蛇，他慌忙上前追打，结果却不小心把邻居阿南家的门砸了个窟窿。恰巧这时阿南还不在家，晚上吃饭的时候外面传来了一声巨响，原来是邻居阿南找上门来了，叫骂着索要赔偿，阿昌只好扔出20块钱，可是这根本不够维修的费用，气得阿南破口大骂，最后被南妈拦了下来，阿南这才气愤的离开。随后就看到阿南骑车去买木板，燕子则是找来报纸修补自家的窟窿，可是却听到外面传来叫喊声，阿南去买木板的路上竟然出了车祸，燕子感觉到一阵不安，后来又听说人已经没了，这更让燕子寝食难安，毕竟是因为他们家才出的事。第二天晚上就看到南妈对着他家门口一直祭拜，好像在搞什么仪式，在他家门口站了好久才离开。第二天才听邻居说南妈受不了刺激回娘家了，起初燕子也没太在意，以为事情就这么过去了，可是阿昌曾经的衣服经常丢失，直到有一天阿昌晕倒在了河边，燕子还在家里看着电视，阿昌就被人抬回了家里，村民怀疑他是不是被脏东西冲撞了，可是燕子却认为只是普通的中暑，只是简单的给阿昌擦了风油精。直到晚上阿昌开始疯狂呕吐，燕子从呕吐物中竟然发现了钉子，于是赶紧带他来到医院，医生检查说是食物中毒，可是当燕子拿出吐出来的钉子之后，护士却表现得非常夸张，说这里只有医生，想找巫师不应该来这里。燕子只好带着丈夫回家，可是半路上出租车好像压到了什么东西，可是司机找了半天什么都没有发现。第二天燕子拿着钉子找到五金店询问，可是店里根本没有这种钉子，很快就到了阿南的头七，南妈请来巫师为儿子招魂，一边做着皮影戏，一边念着超度的经文，听着外面传来的声音，阿昌非常难受，他认为阿南的死都是他害的，他想去楼下给南妈道个歉，这样自己被吓得降头就好了。燕子听到这里非常生气，因为他根本不相信这无稽之谈，此时的阿昌连站起来费劲，自然也没有去道歉。不知是什么原因，南妈竟然在仪式中晕了过去，再次醒来之后仪式已经结束了，她好像听到儿子的声音，循着声音来到了神龛前，竟然真的看到了死去的儿子，但是她一点也不害怕，反而抱着儿子大声哭泣。从那以后人们经常看到一个十分怪异的人，他像个野兽一样从神龛里爬出来，嘴里叼着东西，好像还在稻田里找什么东西。时间一晃2个月过去了，阿昌的病情依旧没有好转，不信邪的燕子终于妥协了，在邻居的帮忙下找到了一个灵媒，此人自称能够请拿督公附身，只见他一阵哆嗦后就开始责怪燕子，说他不应该拖这么久才来，邻居只好道歉解释，说燕子是外来人，不懂拿督公的神奇。随后灵媒开始摇头晃脑，说自己已经神游去了燕子的家里，他说阿昌是因为在山上随地大小便惹怒了山神婆，唯一的方法就是准备好祭品去给山神婆赔罪，然后又狰狞的从口中吐出血水让燕子回去给阿昌喝。燕子看着实在是有些恶心，于是他来回过滤了几遍，然后开始加热，这时孩子却过来捣乱，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血水都快被熬干了。随后他又买来贡品来到后山的山神洞中虔诚道歉祭拜，希望能得到山神婆的原谅，可是这时却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问他为何而来，燕子发现石头下坐着一个白衣女人，于是他就把事情说给了女人听，可是女人却说山神婆不会这么小气，山神婆曾经是泉州的一个公主，来到此地之后被一个邪恶的巫师看中，后来被下了降头困在了这里，她是很善良的，根本不会为了随地大小便就加害于人。燕子这才意识到自己应该是被骗了，燕子刚回到家两个儿子就跑了出来，阿昌开始变得非常可怕，他就直直地盯着门前的大树，还说有人要找他，这可吓坏了燕子，无奈地抱着丈夫痛哭。第二天阿昌养的鸟也离奇地死掉了，病情也变得越来越严重，甚至开始大小便失禁，又要照顾老公还要照看孩子，家里的生意还需要他去支撑，燕子终于扛不住了，他躲在厕所失声痛哭，他再次托邻居帮忙又找到了一个有名的巫师，可是巫师明确表示已经退休了，两人就站在门外苦苦哀求，最后巫师终于同意帮忙，只见巫师一阵祈福便知道了一切，他说燕子门前有一棵大树，降头鬼就藏在树中，他让燕子把圣水洒在树的周围，然后又给了燕子一把短剑插在树的下面，如果发现了什么东西就用黑布连同拿督公的神像一起包裹出海扔掉，之后阿昌就能痊愈，临走之前还嘱托燕子千万不能告诉别人他来找过自己。燕子回家之后就按巫师的说法做了一遍，第二天晚上大树上果真出现了一个通体煞白的人，还拉扯着一条绑满衣服的绳子，阿昌也感觉到了降头鬼的存在，他说降头鬼来还他的衣服，燕子走出屋子查看果然发现了树下的绳子，随后拉出来许多丢失的衣物，其中还掺杂着一个稻草人，燕子根据巫师的指示打算开车去海边，可就在这时车子震动了一下，燕子也不敢下车，就这样直接开出了城市，其实降头鬼就趴在他的车顶等他来到码头时，几个船夫却表示最近没有船出海，
加钱也不行。就在这时，忽然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。燕子上前一看，是一个穿着白衣的女子，她说可以带燕子出海。两人就这样来到了海上，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，满身煞白的降头鬼格外诡异。女子说船只能开到这里，让燕子抓紧把事情办了。她刚想回头感谢，却被女子制止。燕子听了她的话，把包裹扔进了大海，随着神像和稻草人沉入了大海，降头鬼也消失不见，天开始亮了起来。白衣女子自顾自地唱起了歌谣，燕子望着女子恍然大悟，原来她就是山神婆的化身，山洞里遇到的应该也是她。没过多久，阿昌身上的症状终于解除了，生活再次恢复平静。后来听说他做了鸡童，也开始为人祈福消灾。